拳如攀云，飞身似游龙。呢位功夫女子正喺度打嘅龙形拳，动作凌厉，一气呵成。佢正系人称佛山卖鱼强嘅龙形拳传人罗荣强嘅弟子黄凤娟。佢已经随师学武17年啦。咁今次百姓英雄团队计划邀请佢参演节目，不过佢就想将呢一个机会留俾后辈。因为我希望佢哋得到多啲嘅尝试，俾自己一种更新嘅一样挑战。输赢唔紧要，最紧有个咩上进心，肯去争取。呢个就系我哋一种功夫文化嘅一种其中一种底蕴。你有呢个品牌，我又有呢个名牌，我哋呢一定支持同埋拥护参与，多知识啦。见识啦，同埋使到我哋喺大家庭里面嘅功夫建立到友谊啦，日后发扬光大咧。世家七岁开始跟父亲习武，十岁响练花锣卖鱼，16岁开始教功夫，亲疏访友，精益求精。26岁开始苦练单车、技艺，铸成一格。46岁，我将学咗10几个名书各流派嘅功夫，响体育馆传授俾嗰啲幼年人。60岁飞往美国开馆授徒，学习英文，用嘅真功夫，令外国人心服口服。74岁登上美国权威武术评论杂志功夫头条。我今年80岁啦，仲有梦想，每天坚持锻炼，因为生命重于运动。人生可如逆水行舟，非进则退。想脱颖而出，学要虚心，练要苦心，一年4季要恒心，练到成功要有决心。我依家嘅最开心系将保健、锻炼、养生嘅心得大家分享，帮助痛令嘅长者改变观念，令佢哋悲观变乐观，消极变积极，绝望变希望。正所谓身体健康，荷包发光，口食四方，快乐风光。我输我想，我斗志昂扬。我是佛山卖鱼强。